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板门的氧化问题。老规矩，先站后看。说老花医，我的菌子兰长花剑了，以前加剑浇啤浇点啤酒确实有点用，这次用了磷酸二氢氩，这个浇啤酒有科学依据吗？当然是有的，宝贝儿，你要知道呢，像啤酒啊，还有一些个大家吃到的一些个醋之类的呢，都是用粮食发酵的啊。当然了，它有一些植物生长需要的一些个营养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。这个东西最直白的一个呢，就是发酵的淘米水，这个完全可以啊。但是不建议大家长久的使用，因为价格很贵。如果你有那个钱的话，都不如买一份反水水了，好吧？另外呢，加键的话还是跟物理有一定的原因，好吧？主要是它夹住了，太紧了，你就像我手夹住这个手机一样，它手机拔不出去，对吧？稍微掰开一点，用点磷酸二氢氩，用点什么的都可以哈，就是促进它生长嘛。你不用磷酸二氢氩，你也可以用点营养液，它也管用，好吧？啊，长点侧芽，这种爆小点呢，你如果说想要分株的话，可以长它长得略大一点，技术好的话你可以分株，你要技术不好，你直接给它抹掉就行了，好吧？下个花友，本来就长了一个花苞，浇了一点花中二号，看它笑爆了，为什么呀？太小了，宝贝儿，它吃不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比方说这个孩子是吧，你看它稍微长一点肉啊，稍微长一点个，你赶紧给它加大营养吃，结果呢吃长了有点撑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所以说这种植物哈，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哈，肥料这个东西你在什么时候给最好呢？就是在它长势最旺的时候，您记住了，叫火上浇油，哎，它会越烧越旺，你雪中送炭白香啊，白香，明白吗？不，所以说肥料是扶强不扶弱哈。然后呢，老花叶，你帮我看看我的旱金莲啊，叶子一开始变成这样了，后面开始卷曲，上一盆这样死掉了，坐标北京，是菌还是虫？是水大了还是怎么着了？这个就是感觉是有点冷，感觉就是光照还差那么丢丢意思。这个没事啊，宝贝儿，这一般都是病菌类的，家里边有多菌灵啊，配合灌灌根哈。像这种季节呢，你就也是干了再浇，别舍不得浇哈，干透了也得浇透。虽然叫旱金莲，是吧？你看潘长江跟潘金莲，他都姓潘，他们俩一竿子关系都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你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耐旱，在盆栽的时候干了也要浇水，它跟在地里边不一样，行吗，宝？啊，干了该浇水的浇水，用点多菌灵给足一下光照。现在天气冷，长成这样很正常，有点小病菌。下花友，老花叶，黄金庆典月季发出来芽蔫蔫的，没长大就黑掉了。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水大，然后呢有点闷热不通风，哎，还有点缺光那个感觉。这个季节还是再说一下肥料这个事，春天万物复苏，肥料不是不能用啊，可以用，减少好吧，尽量的春天这种光照万物都可晒，它晒不死，懒洋洋的光照给植物多晒晒挺好的呢，行吗，宝？现在这个呢，你又检查一下您的盆土是不是过于潮湿，如果是的话，适当的控水，等到下一次该浇水的时候可以放一些杀菌药，如果说老是潮湿不容易干，您就用一些这种直接撒到土里面的小粉药之类的，我们家也有啊。这个下个臭宝说，老花一看这个牡丹咋的了，刺风的，这牡丹没咋的了，你干了该浇水了吧，没咋的，没啥事，你就养着呗，是吧？然后我再跟大家伙说，牡丹啊，尽量的北方地栽最挂晒，盆栽不是不行，盆栽也可以室外过冬，好吧？关键点我跟大家伙说一个啥呢，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种牡丹，你们这个时候别去买牡丹了，你买了以后它种也不容易开花，行吗，宝？尽量能地栽就地栽，盆栽也不是不能挑战，你地栽经验多了你再去盆栽没啥事，就是有点缺水有点发蔫，还用这种盆，跟花友们说过无数次，这种盆特别不容易通透。茶花北京还有救吗？刚上的盆基本没救，换一个吧。这啥呢？这就是换完盆之后呢，没有浮盆，好吧？一个是不排除温度低，一个是不排除这个湿度低。因为温度低的话会产生一点小的冻伤，要么呢这种就是什么呢？湿度太低，就是脱水了，脱水了。有的话是我浇水了，你浇水了没用，脱水。你在沙漠里边是吧？你比方说五六十度的高温，你喝水了，你走一圈试试，那也容易脱水啊，对吧？嗯。别的没啥了，希望花友们在养茶花的时候呢，你多看看我之前的视频。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也很难，需要的是硬性条件。好了，有其他养花问题，视频下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。